我们今天的下一位嘉宾郭雪芙，欢迎郭雪芙，我们背板中间这边。来，第二排，第二排。来，雪芙，中间下面，中间下面，我们再去转过来一点点，对。对啊，变好亮。好，我们雪芙，我们中间的摄影大哥，还有我们左下方的时尚媒体朋友们，手机镜头，还有右边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我们的手机镜头，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挥个手，打个招呼。我们非常开心，今天呢，郭雪芙一起莅临了路易威登台北101旗舰店开幕的庆祝酒会。对啊，好，视线再回到中间，官方的摄影师。来，中间搂中搂哈。好，雪芙，我们左下方手机镜头这边，视线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？哦，中间的摄影大哥在补的方面，好。正中间这一台，好的。好，那紧接着呢，我们请。Hello， 我是雪芙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画面给一下媒体朋友们。那我们今天参与活动的第一个题目呢，请雪芙跟我们分享今天参加开幕盛会的心情。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这边参与 Louis Vuitton 的开幕活动。那其实自己真的期待蛮久的，因为这一次有不同的新的潮鞋明星合作的系列，所以今天这么盛大的活动，真的非常荣幸可以参与。那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整体的搭配的风格。今天搭配的我的上衣是比较利落的剪裁，然后它用的是金银丝粗呢，所以造型看起来就 bling bling 金光闪闪的，很像闪耀的太阳。那下身的话是属于比较优美但也富有趣味的皱褶的造型，所以整体起来就有一种柔美感跟利落感。那拜逛完之后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入手的商品，或者特别喜欢的？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包包，就是它是潮鞋明星四大系列的其中一个系列 Middle Dot， 所以走的比较新属感的路线，跟我身上很搭。嗯，我喜欢这种帅气的风格。那我们媒体朋友都 OK 吗？都 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最期待在酒会上遇到谁？其实大家我都还蛮期待的，最期待的是丁海寅，应该大家都蛮期待的吧？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等等好好见到本人，大家一起玩得开心。见到他有想要聊什么吗？哈？等下见到他有想要聊什么？聊什么吗？想一下韩文怎么打招呼，然后跟刘宇豪一起。我刚刚跟刘宇豪在后面还在想说，哎，新年快乐要怎么讲？对，我们刚刚还讨论了一下，所以等一下还是会去跟本人打个招呼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就我们魏宇慧星光嘉宾施柏宇。哦，上班了，各位，上班了，来，推一点，嘿嘿嘿嘿。我先看一下周杰伦的舞台。来，中间第二排。好，中间的摄影大哥这边先，我们待会会左边右边哈，我们都会让现场的辛苦的媒体朋友们捕捉到施柏宇帅气的画面。到底来这边喽，所以我们可以让包包再多露出来一点，没问题。OK， 藏得真好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包包的位置。来，中间再看一下，来，左边等一下哦。
左边，好，左边下方手机镜头这边，好，右手边手机镜头，我们视线给个画面，最后再回到中间，摄影大哥这边，最后捕捉。帅气的是博宇，有举手的摄影大哥这边捕个画面哦，来举手的镜头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施博宇，里面请。与会星光嘉宾范少勋，欢迎勋宝，欢迎勋宝，我们背板中间这边，整个画面。来，大师下巴低一点点，中间下面来，来中间第二排。好，右手边手机镜头，左下方时尚媒体朋友，好，再回到中间，中间镜头给中间的摄影，好，再回到右边跟我们时尚数位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，来，前方楼中楼，来第二排，第二排，第二排。好，第二排有我们中间的摄影大哥们，有需要补画面的，我们可以挥个手。来，中间下面再一次，好，来。中间下面官方摄影师这边在捕捉的画面，谢谢。好，还有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范少勋，里面请，希望今天玩得开心。方嘉宾张广成，好，我们中间背板这边，广成让包包能够看得到，谢谢。广成，我们先看中间，来，广成身体回撤。我们有中间的摄影镜头，还有左方，来，中间第二排，第二排，右方，左方是谁吗？好，右边数位媒体朋友们挥个手，右区的手机。好，我们右区的时尚数位媒体朋友们挥个手，让我们呼唤一下我们的广成的视线。哎，好，左边。好，来，广成回来，中间，中间来，跳到中间来。下巴低一点点，对。来第二排。好，那有要捕捉在补充画面的摄影大哥挥个手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广成，里面请，玩得开心，今天谢谢，互动嘉宾。我们也到我们的背板这边留下今天的活动的纪念。好，那我们看中间的摄影师。对对，谢谢。看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。好，那么往后站一步，我们的。好，谢谢。嘉宾宋博伟。宋博伟，我们背板中间这边。博伟，先看我这台哦，哈。博伟，我们到最后一小步。最后一小步。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。好，不会，先看我这边。不会，我们下巴低一点点。对。来，中间第二排。这边。先看一下群里面。左边。左边。左边。好，右边有我们平面地板的摄影镜头。还有我们的手机镜头这边也跟我们挥个手，欢迎今天宋博伟。我们更甜了，像个全民呢。来，中间第二排。好，不会，来这边，回来中间下面这边来挥个手，对。干嘛低一点点？对。OK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
OK， 谢谢，谢谢宋博文，里面请。欢迎下一位嘉宾王可元，我们背板中间这边补这个画面。来，中间第二排。喊手了。搭射手是在一起。好，我们需要捕捉画面这边，我们挥个手，让可元可以找到镜头的位置。好，左下方的手机。